达达迪波，我们的话就是说合在一起的意思。那早期汉人来这边只听到后面那两个音，迪本迪本，资本。我觉得这次视角很勇敢哈，他要做一个以纪录片为主的一个课程，但又不是真的是好像教你的 ABC 哈，说拍片以后怎么样，中间会碰到怎么样，而且是一个比较是一个个针对个案的纪录片教学。那我觉得其实我比较很佩服这个视角的勇气哈，因为我认为这个人可能不多，可是又极需要，因为我们是用几十年的青春岁月，或是钱，或是跟这些大媒体去打仗哈，去跟他争夺这一个画面，我要那个画面，我不要那个画面，他们是在后面盯检一格一格盯的哈，那个是非常严格的。三太子的信用是台湾特有的文化，从传统到现代，三太子以种种不同款的形式来表现。当我们想到某个导演，当我们想到某一支片子，背后一定是那个文化跟国家，它不可能来自于一个 nowhere。所以我认为，背后的文化是非常重要。你怎么样跟背后的文化、跟在地的东西扎根，然后接地？那这个其实我想都在视角这边，我觉得会跟其他的地方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最好你是带一个故事来，或甚至于你已经拍了两三年了，然后触礁了，那我希望你带着案子来，那我帮你把这个案子完成。借由这样的过程，可以让一些想要拍片的可是并没有这样类似经验的人，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些指导的话，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整个复健的这个历程其实是蛮像的，你就是觉得很痛苦跟觉得很干，然后想说什么时候才可以跑完的？怎么样在有限的经费、有限的能力、去操作一部片子，然后让它能够被观众接受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上不少忙。我叫黄建亮，我是资深影像工作者。